喂 ，Hello， 先生你好，我呢啲系中山雅基乐十楼部嘅，依家我哋市中心嘅首付6万蚊买800尺靓房单位。啊，你都几好嘢喎！依个时候再嚟买楼嘅咩？系，唔系买啊，叫你买咁快，依家 send 啲资料你睇下先。咁疫情过咗之后，如果你有兴趣啦，你估啲人疫情之后仲有钱买咩？系有喎，应该系依家有喎。而家连工都保唔住，你仲可以买楼咩？点解供唔起啊，先生？依家系咪？点解而家份工啊都就嚟冇啦，哥？依家听讲，依家都系裁咗员咩？因为我唔清楚香港情况嘛，所以系啊。咁你真系大陆仔啦，摆明系一个大陆仔啦，又收唔到资讯，点买楼啊？咁你大陸同香港都唔拉家啦，係咪先？你點收到資訊啊？係咪先？你乜都唔知嘅話，你就嬲香港人買樓，你都唔知而家香港咩情況。就算我知啊，我都一樣會打俾你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唔知我就點解要打俾我啊？你估我可以買得起咩？我就係估你打唔起，買唔起就打俾你噶嘛，先生，你明唔明白？係咯，買你買得起我就買，唔需要打俾你噶。我打你买得起我就肯定唔打俾你㗎啦，係咪先？你够唔够咩同你买呀、我买起都唔会同你买啦。係呀、所以我就係唔需要你买嘛。明唔明白你又打你。我打係邓我攞警就邓庆㗎嘛，你唔知嘅咩？依家无聊嘛，返工又冇嘢做咪打电话俾你囉。真係亏你做大陆仔。买唔起嘛。全世界嘅资讯都唔知发生咩事。是啊，你哋大陸抗疫成功啊！你知唔知你哋大陸好似抗疫成功啊？你好叻啊！你哋大陸，唔好意思喎，我依家喺香港呢邊嘅喎，你收唔到我喺香港啦嘛嘅咩？我喺香港噶，安仔。你可以扮香港啫嘛，聽你把聲都知唔係香港人啦、啊。我唔使扮噶，我就喺香港噶，你可以過嚟我公司揾我噶。點解要揾你啫？傻嘅。咪就係咯。你仲可以周圍問人有冇有興趣買中山樓啊？真係。我是大陸人在香港市場的嘛，你明白嗎？是咯，如果你在香港，現在香港什麼環境啊？我又問回你。我知道香港的環境啊，什麼環境啊？但我都要問的嘛。問什麼啫？問，你看香港都知道什麼環境啊，還有誰會跟你傻佬買啊？誰叫，我現在都不敢過大陸啦，是不是？又要隔離啊，出門我都要隔離14日啦，回來又要隔離14日。又剩一個月啦，係咪先？我打電話俾你。咁仲有邊個傻佬走去買你啲樓啊？仲要隔離。依家疫情，你知唔知疫情要隔幾耐先完啊？你估下個月完咩？下年都唔知完未啊？話俾你聽，你信唔信啊？下年都未完啊！我唔信啦。好啊，你繼續等啦，你繼續打電話俾啲傻佬，睇邊個傻佬同你買啦。下年仲唔完？我送层楼俾你，我送层楼俾你，要唔要啊？送俾我，我都唔会去住啦，中山。送层俾你。你隔篱深圳我都唔住啊！你有钱咩？你